啊，这只是咱台湾听上有名的船啦，唔捌看过的物件是较特殊的啦。我家爱较爱算的迄款物件，啊，所以就直直流，直直流，直直流，人要买就唔买，人即含迄个张荣华买买，我嘛不爱买。所以我有一把最大的，目前最大是96公分的。后来东西就越玩越多了，越收集越多了。人家我朋友都跟我讲说，你有300就有那个500，有500就有800装饰，所以我最高纪录数量达超过1300多只。喂，好，我是水起你哈，哎，安好啊啦，这是一种迄个航空母舰的胜利电话。啊，迄只名叫香格里拉。我即卖用伊阮内底室内电话，我即通起我徛家。所以头多是头个人要叫我食饭。我伫迄个初中毕业吼，啊毕业两年了吼，啊去因接触到迄种迄乱的，迄阵越战时期吼，美军有一只。啊！我伫一间公司拢在服务，迄个高雄港吼，做劳务承揽啊。啊，佮因都做个家具在卖迄个外销。啊，来了，我就开始就为这为个拆船方面吼，看看我拢爱算这档啦，爱算这时间啦，爱迄个船顶啦。啊，我就开始落去卖这，啊，就含因迄个含因遐外国啊在地。因的惯俗啥啊接受，这是外国人哦，来咱台湾的时阵，附的豪华的名片。啊，像这是一种较早国文团的美军的迄落，美军的名片啊。啊，这是大通百货公司吼，因请伊做。总经理啊，上台是顾问，啊，尾啊做总经理。这Mr. A 无，伊的名片，这就是 Mr. A 无。规头毛拢白，伊阵啊住伫台湾，啊因查囝来找伊，啊我带伊去食迄个爱登堡包的，下礼拜结束迄只。客轮吼，去遐参观。啊，这间是五路吼，五四路352号的头一间的店。啊，我这店口啊，都这个这是迄个运输站的站长，较早美军，啊，拢来去找我。啊，这是第，迄阵我开两间啊，一间是第9号啊。五四路9号，啊，这迄阵的车中，啊，这要外销的时阵爱整理啊，啊，订箱啊，照相签，迄船顶贴了有的拢先，我着搁甲叫人烫金吼，打亮啊，搁修理啊，着外销出去，啊，大部分拢销日本啊。因为离咱较近嘛，啊，因的资讯吼，知影讲哦，有名船伫在台湾拆，因人就来啊，遐迄落古董店啦，啊，搁美国啊，美国都因基地位，因遮的惯俗就讲啊，讲高雄在拆船啦，啊，船当在拆的时阵，毋是干即两个，含南非嘛有人来买啊，啊，澳洲啊，啊，欧洲，啊，因迄落拆的船拢是较有名的客轮啊。迄只是咱台湾拆吼上有名，迄只船啊上水，就是这只，伊个名叫新阿姆斯特丹啊。伊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吼，伊运兵吼上济啊，啊足济迄种杂志拢在报道啊，啊个形体个水，这只吼。荷兰的迄种电视公司，我来甲拍来咱遮拆的代志。
各位，这因的因在卖迄个旅客的丝巾，嗯，这只船。啊，这只船是安怎有名？这只是迄种荷兰女王吼，买迄落安尼落水的时阵，伊织品的。啊，搁第二次大战吼，印兵吼载兵啊吼，啊这上济，啊伊都伫世界的迄种评价真好，我只伊一寡杂志只有拢报道报道这只船啊代志。啊，这只是迄种迄个南方钢铁甲高雄资材两间公司空间买的啦。这本簿架拢咧记录啥货啊？啊，都较有名的船吼，啊，是咱台湾拆的内底资料啦。迄阵啊，上尾啊的，迄嘛毋是算拆，因为伫迄种远东港吼，我一个朋友吼，伊甲咱政府标吼。迄阵啊，都迄个李安在拍迄个少年派的时阵，啊，我带去啊，看足侪只迄个，哦，遐远东港停真侪只迄种迄个单渔船，啊，伊也是拆电管的物件，拆平啊，要摕去外海做鱼礁，啊，来都无啊，咱当然都无拆啊，啊，国外在拆吼，是伫迄个印度孟加拉、巴基斯坦，啊，迄个大陆嘛有。小部分是漳浙间毛在拆，啊，迄个航空毛在拆，但是愈即卖拆的船愈拆愈新，拢是八零年代以后的船，啊，各样都讲做污染重啊，啊，无是来拆船哦，会当饲足侪人，伊人工爱用侪啊，啊，迄来拆铁板啦、重啦，对国内经济嘛好啊。这个是一种迄落安尼怀表式的六分仪啦，啊，用我们的 poker system， 啊，一般的六分仪拢像面顶迄遐大机啊，啊，这伊这吼，这是阿式的吼，啊，这伊设计嘛真厉害，用这皮带啊缀咧，啊，要拍开就爱把这转开。转开啊，再搁为这边倒咧。在我的手差不多有四十几年啊，啊，拢找出来共电啊。外国人来吼，拢得甲电一下，哎，吼，想要还往买买啊。啊，这得测迄个方向，啊，看太阳甲星星啊，啊，看伊的方位，啊，甲校正咱的航线，看有准无。这规拢动的，拢动的。你这过来这刻度，你看迄刻度遮细。要用焊镜照啊！这个是1654年的，因为迄阵啊的时间算啊，拢算刻，啊所以无分，啊伊唔只这一间一支针尔，啊这个特殊就是伊是上发条吼，为中央船，为中间船发条，伊内底构造很特殊。啊，都行伊个行个链啊，啊天文钟同款行链啊。啊，伊这条啊，佮用手工，毋是车床车啊。啊，佮有伊作者的名。啊，看遐久啊吼，佮真准的。另外，中用一个钻石吼，落去做主，伊个轴心了耐磨。这个镜是一种迄落安尼水晶玻璃的，啊，伊个瓷面哦，伊个瓷面都用个碰安尼碰碰，很特殊啊。这是一种日晷，啊，佮兼罗盘，啊，佮有看那个时间，这个差不多，这个很久的，这就是人客喊我换。我知影讲你有在找较古早的迄种迄落物件无？爱就摕这含我换天文钟。迄个啥，咱的历史博物馆去展览，我拢摕去展览过。这是迄小型的、小型的望远镜，迄种迄阵有当只船长吼，啊摕出去，像啊，因为
大枝的上过长啊，举来生吼，啊，伊也讲无看足远的吼，就用这個去看。啊，树啊，怎啊，树啊嘛变甲真水啊，啊，这长这皮的。像这望远镜吼，这人买买我阁唔买，这一扎的真少啊。像这种的这真少，包括有诶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无这这十一扎的。啊，伊这拢有诶，拢迄伊特殊诶船啊，吼，伊这毋是量产一摆做真侪啊。迄人咧拆歹船的吼。啊，阮是拆船啊，内底物件，像伊个驾驶台吼，迄像那像迄种韩多路，迄个驾驶盘吼，因拢也要报废，你讲重拆起来无偌济，啊，我是规个家己买哦，啊，才外销出来，人买当做纪念，尤其啊客轮的吼，有韩多路一支咧卖，拢袂少钱，大部分拢重较济，但是啊看看啥物船啊。用重较侪是军船啊，伊内底电线啊、光料吼，迄尤其二次大战的吼，的船重量较侪，迄军舰，啊重较袂氧化，铁也氧化嘛，啊佫较袂歹啊，啊佫万一吼伊也火烧身，恁重啊爱用个棉质吼，用个平纱佫加用一只羊啊，啊铁也了温度高就羊去，我就爱叮当个细项物件。啊，都像怀表啦，啊，甲一寡迄种迄落安尼，像音乐盒我嘛有收啦，啊，搁一寡迄个测量仪器啦，毋捌看过的物件也是较特殊的啦，我家爱较爱算伫迄款物件，像即款就是啊，啊，即我内底接侪，做侪望远镜都无即个遮杂的，我。各种望远镜拢有啊，这一扎的个，像这要出来好大啊，啊就扭起来还多这长啊，啊看远啊，啊所以就直直流，人要买就唔买人，这含迄个张荣华买我嘛不爱买，啊都是原来心急个，因为熟识人较济啦，有诶学校诶教授啦，啊一寡学生啊来做作业啦，啊都。佮像安有诶租人拍片啊，租人展览啊，安尼。无啊，就卖甲了，就算拄好啊。仓库也佮有啊。啊，卖就算了啊。啊，买啊，佮家己留几项啊，就好啊。啊，算甲无法度叮当为止啊。人生有三个字，叫做。栽珠修三日船，如果你有这三个字的时候，你人生就够了。第一个是财，有钱；子就是有后代。但是你有钱，有后代，代表你子孙很多的时候，你最重要，你没这个寿命立马是不好。所以叫做栽珠修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栽珠修三日船，这三个字你都有了，你就很齐全的人生就够了。有钱呢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嘛，有子孙。而且你寿命又可以好好的享受，所以说这方面的，像这把也是哦，他要写“栽珠修三日船”，所以这是这个最高境界了，有钱了，有后代了，有寿命了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把叫做“栽珠修三日船”。人家说高饼就是高格啊，跟饼是两码事情啊，像这个叫做格啊，啊一般人走出来哦，像也有那个半圆形的叫做甘格啊，甘格啊，一般这个格啊都是用绿豆粉什么一大堆的。但是其实这把格啊，我想介绍就是中间有个纹路，有一只鸟。这只鸟我把它解释叫做喜鹊啊，我就跟人讲说，想绝人缘啊，人缘不好的啊，尤其是求婚的没有姻缘的，这个是一定要有喜鹊。啊，所以有一次我在外面嘛，看有个妈妈。我就用了各式颜色的图下去做着。有个妈妈说：“老师，我这怎么见三十块还没给？啊，我要做其他红的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能做红色的，你只能做粉红色的哦。”啊，妈妈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做红色的，只能做粉红色的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给他欠头灰啊？一定要做桃红色啊！”所以这是一个喜鹊，这是代表姻缘，还是比如说
你有一些缘分啊，还是广结人缘啊，种种这方面的，但是一定要做桃红色。其实以前乡下的东西哦，什么东西都很少了。我们以前家里是四合院，四合院有很多老东西嘛。后来我爸爸不在了，妈妈也不在之后啊，我又出外了啊，弟弟妹我妹妹也嫁了，我弟弟也出外，家里没人。但是都要想把老家卡打掉，我们没办法啊。啊，所以我就有带出我家的第一把。我想说，我搞不好我阿公去台老做过了，我父母亲去台嘛用过，阿爸帮过，够够人家帮过，至少也有四代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我对一些老的东西，我就又有兴趣。啊，后来这种东西哦，因为有机会在高雄市区有一些什么跳蚤市场一些古物啦、啊，后来我就认为说这个东西蛮好玩的，我就越收集越多。在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认为说这个。越收集越多，啊，我就把它分门别类，分门别类之外，还把它融入一个人的一生的活动当中。比如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“满月圆”，满月要做圆红圆，啊，四月头小孩子四月份要做一个手头，啊，斗最久，斗的都是周岁，啊，周岁现在很流行就是抓周嘛，啊，抓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文化在里面的。啊、那时候我把它列为一个特色，因为毕竟有兴趣嘛、啊、我能就继续做、啊、后来东西就 越玩越多了，越收集越多了。人家我朋友都跟我讲说，你有300就有那个500，有500就有800装饰，所以我最高纪录数量达超过1300多只啊，大大小小的，最小这么一点点啊，最大的有90几公分的。这把是我收集中目前是排行老三，应该有86公分左右，它是一个很红的红的东西，它有正面的，它有三个纹路，还是以龟为主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东西呢？就是以前庙宇，比如跟新明山嘛，啊，这个庙宇就做一些比较大一点，就像新天板街一样，做完之后我们把它切一些分享给其他的人。啊，标准的都是一边有龟，一边是寿桃，这是我收集的老三。阿文等一下介绍老二。这把是我收藏的第二大，将近90公分。这把材质比较特殊一点，所以它很重。它正面也是一把龟，也是神明生的时候做一只比较大一点的，所以相对背面一定是寿桃，这么大的寿桃。这把已经跟我全程跑了，这把最远跑到台北去做展览过。一般如果做红古帽，有一句俗语叫做一张、二张、三步张、四颗零，把它笑话无人用，就是代表他古时候老师傅找木头在刻的刻模子的一些材料。一张就是樟树，啊，二张就是九琼木，三步张就是浦江木，啊，四颗零就是苦灵木，把它笑话无人用，因为。把它球太硬了不好磕、哦、所以这个是目前我收藏当中这是老二，老二跟我跑最远，而且最特殊的。我拿一把小的，我们做比较一下，真的这大小之别差多少，一看就知道了、哦、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，而且这一把真的很重，就是很重。但是这一把是大的，我第一次收到的是这一把是最大的了。好，这是老二啊，接着是老大。这一把是我家最大的，96公分。啊，这一把依我收藏来的，他对方跟我讲，它是一个很大的椅背，找那个椅背下去刻的。好，这个是这么样子啊，标准也是一个龟啊。这个当初就是想承让那个人知道我来收集这一，专门研究这个，所以这一把他是以他的成本曾经让给我的。好，这个样子啊，当初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哈。正面也是龟。啊，背面一样是寿桃，这是标准的。人家所说的红古帽啊，就是一面寿菇，一面寿桃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把是我家的目前最大的，96公分的。我们正常龟的样子是不是就像鸡蛋这个样子？这个叫做标准的龟。啊，是不是你这一把是不是一个八字形的？这个叫做双连龟。双，一双两双的双，连是连长的连，双连龟。他的意思说，比如人家拜天公，
拜天公在人的一生当中，拜天公有两个时段，一个是人真爱找到拜天公。古早咧，如果你大囝要娶新妇，一定要拜天公。双年贵的意思是说，吼，有双倍诚意。你天公是神明的大哥大，所以说拜天公要双倍诚意。啊，这个双年贵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查某囝嫁予人，以前重男轻女，希望说都一定要生查甫的，嫁出去人的查某囝的新妇的位置较好，较袂予大家看苦毒啦。但人家说，满月圆，满月做圆，四月做头，啊，倒最久。你外婆在你孙子周岁，人家说抓周活动当中，你都要做双人龟，去给孙子踏过去，然后打安姑填福星。而为什么要做双人龟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女儿第一胎生查甫的，第二胎又继续生查甫的。啊，这把模子还有个特殊哦，它这个纹路是比较特殊的。这把模子是叫做素人制作，素人制作是说，啊，我让演员我自己找木头啊，自己来刻的，我自己在用的。玩这个模子，研究这个模子，我也想说，像我本身，以我本身来讲，我找这个木头，我刻我这个一定我在用。啊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若干年之后会流到哪里？为什么会往后流？啊，会流出去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搞不好轮一直都在外面流浪一段时间，流到我这边，见过几个人了。啊，搞不好第二个人他为什么又不见了？啊，第三个人又不见了，为什么跑到我这边？这个也会引申一个问题，在若干年之后，搞不好我不在的时候，这个模子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一个素人创作，素人创作就是想到啊，我该吹茶，啊，该去刻，啊，我该去用，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这个叫素人之作。我经常在想象说，一个东西就像人的一生一样，当初一个人，一个模子。他为什么会刻这个模子？尤其我会强调一些素人创作。所谓素人创作的意思是说，吼，我该吹一个茶，啊，家己刻啊，啊，刻我家己的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吼，其实从有龟开始，龟的背都会写字。像我们元宵节，你去庙里看那个多少龟啊，他后面都写什么？被招财进宝了，学业进步，生意兴隆。你可以想得到的事，这都可以想得到。所以标准的模子，它后面都会写，也有写兽啦，什么一大堆，写更多了啊。所以说，从有人有龟的时候，就很多龟永远都是背负着人的希望在背部上面。然后别人买，我会，这是我们个人特色。其实很多人，台湾有很多人说，如果吹红姑婆啊，吹龟模。就是要找我说我他们给我取个外在规模达人，因为我会讲，会说，还会做一些小东西出来。而且其实在台湾收集这方面的人不是说没有，但是有一些人，像我有认识一些人啊，他有问题要问我，这方面问你，我说你就拍你收藏的几把东西给我看，我针对这一把的某个角度哪个纹路，我都问他说啊，这个纹路你怎么解释，我也知道说他懂了多少，啊，有一些人是我的修起来，整修啊，整起来，就这样装箱而已。啊，装箱的时候，搞不好他没有整理，还有一些东西坑库嘛，些还可以什么一大堆，我还会教人家说怎么整理模子啊，怎么弄，我要让它通通风啊，烫脏的东西，有一些久的时候有脏了什么一些，我们总要整理一下。啊，所以说，久而久之，而且这个东西你越触类会旁通。像我看到几饼，我先看纹路一样啊，还是怎么一大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人家是收藏到什么状况，但是我真的我某个模子到我这边，我尽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故事啊。我现在就是为什么今年度一直很用心在写粉丝团，就是一个模子我可以写一个故事啊，也有写到一个状况，他说搞不好我现在刚收到这个模子的时候，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啊，搞不好一段时间之后。针对这个模子还有新的知识进去，我还会可能再写一下啊。我当初为什么会极力这样子写呢？我有一次回去澎湖，啊，澎湖就是很多庙宇文化啦，比如说那个鸡童啦、消化蜡啦啊，什么尾壶啦、打手印这方面。我们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90几岁的老伯，他是这方面的一个泰斗，
因为以前的人都很没有注重传承啊，什么记录啊，什么一大堆。啊，他那个过世之后，他是不是他头脑里面的无形文化资产，这个叫无形文化资产不见了。哦，我认为说，我认为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能写，我能传，我都尽量把它做记录起来。所以，至少我有，我回字段里面已经写了214篇了，我是不是里面有文字，有图片？而且人家可以多做对照啊，只要说你有问题，你就可以问我。而且退休了之后，我有这个东西忙，也是第一点是我的特色啊。第二点，我是认为说，人总有一些人是老命嘛，总是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嘛。对，二是我认为说，有一些至少说有一个物件会代表你的人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啊，其实你这个东西玩久了，久而久之就是变成我们个人的一个代表性了。所以，我以前从小的时候，我都跟我儿子讲说，爸爸跟什么东西可以画上等号。我儿子第一个条说就是在阿土伯啊，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代表。